在生活范围好，我是秦十月。今天呢，我们用这一款简单的小卡带来教给大家如何去数行数。在圈钩的时候，短针、中长针还有长针是比较容易分辨的，比较好找。但是在片钩的时候，短针就不太容易去找了。看一下，短针勾出来的效果是这样的。下面呢，我还是以这个小卡带为例，给大家织这么一小段做演示。首先呢，我们先来起针。这里呢，我还是用的空心线2.0毫米的钩针。起垫子针，起垫子针的针序呢是根据你自己要盛放的东西的大小。这里呢，我起20个垫子针为例。先捏住线圈，勾出一针来，这一针不算，不计数。然后继续5钩垫子针，勾出20个垫子针。起完20个辫子针之后呢，我们往上立一个辫子针作为起立针，继续在倒数第二针，也就是第20针里勾短针。一直勾到最后，就是我们起针线头的这里，还剩下最后2针。最后还剩了一个小 V 的形，这是最后一个短针，这样这一行也就完成了。然后给大家演示一下，不管是圈钩还是片钩，短针的起立针都是不计数的，就是直接勾一个辫子。反过来还是在勾辫子的位置，继续勾出一个短针来，是这样的，这是一个短针。如果我们勾长针的话，就是直接勾3个辫子，我们勾出一个了，再勾2个。这3个辫子是作为一个长针使用的，它是计数的。看一下，如果勾长针的话，就是反过来，第二针的入针位置就是在这里，这是第二针。如果我们反过来的话，如果我们反过来直接把下一个长针勾在了起立针3辫子的根部，那这一针呢就属于加针了，就属于在一个针目里勾出了2个长针，这一点大家要记住。然后大家就是按照这个短针的钩织方法来回的往返编织就可以了。起立针反过来还是这样勾短针，一直勾到自己需要的长度。勾到一定的长度之后呢，开始数行数。首先找到我们的正反面，我们是从正面数行数的，虽然说这2面都差不多，但是它还是分正反面的。起针的线头在我们的左手边为正面，在我们的右手边为反面。然后看一下这个行数，我们可以数凸出来的这一行，这么凸出来的一行就是2行。然后也可以数陷进去的这一行，这陷进去的一行呢也是2行，就是乘以2。我们先数这个凸出来的，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乘以2，那就是18乘以2就是36。大家看一下，我们勾的这个线和这个线在同一个位置，这里呢我们还要加上一行，就是18乘以2加1，一共是37行。如果说这个线头在我们的这里，在我们的右边，那就是直接18乘以2就是36行，因为你勾过来了，这是一行完整的短针，我们要加上一行。起针的线头和勾的线在同一个位置，在我们的左面的时候，我们就用行数乘以2再加上1，这是完整的行数。如果在右面的话，就是直接行数乘以2就可以了。下面呢，开始钩织这个包盖的地方，看一下如何去剪针。好，勾到一定的长度之后呢，我们继续
勾一个辫子反过来，这里呢要减针了，减针的话就是直接第一针里勾出一个未完成的短针，第二针里勾出一个未完成的短针，钩针上有三个线圈，一次性的绕过，这就减去了一针，然后中间不加不减的勾短针，一直勾到剩下最后两个短针。最后还剩下两个短针，两个针目直接先勾出一个未完成的短针，最后一个里勾出一个未完成的短针，三个线圈一次性的绕过，这样首尾各减去了一针，然后下面的每一行呢都是这样的，一直减到最后还剩下两针的时候就可以了。继续一个辫子反过来，第一针里还是这样一个未完成的短针，第二针里钩针上有三个线圈，这样又减去了一针，中间不加不减勾短针，然后一直勾到剩下最后两针，直接把这两针并为一针，大家就是按照这个减针的方法一直勾到最后，勾到还剩下两针的时候再来看视频。这里呢已经快结束了，勾一个辫子反过来，第一针和第二针并为一针，中间勾短针，最后两针并为一针。辫子反过来，第一针第二针并为一针，这里呢最后还剩下一针，直接勾过来，最后一个辫子还剩下两针，直接并为一针，然后继续锁一针，这样这个减针就结束了，出现了这个三角形的形状，这下直接把弦剪掉就可以了。等会儿藏一下这个线头，下面开始缝合，找到线头在我们的右边也就是反面，这样对折，对折的地方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钩的大小，我们可以在减针的地方开始，就是这一行往下，这里看一下我们每一行都要凸起的地方，这一行一行凸起的地方我们就是对应的下面一行凸起对应上面一行凸起，找到这里，我们是从这里对折，然后这里对应的是这一行，这样找凸起的地方，看一下，这样侧着看的话就是每一行都有一凸一凹一凸一凹这样的，这样对应的这个凸起对准这个凸起，然后这里也是上面凸起的地方对应下面凸起的地方，好，我们缝合我们就用短针来给它勾过去就可以，在这里勾一个短针，陷进去的地方也就是陷进去的这里勾一个短针，凸起的地方勾短针，陷进去的地方也勾短针，我们先找到这里，这是凸起的地方，直接把线勾过来，先勾一个锁针固定一下，继续勾一个短针，中间陷进去的地方对应下面陷进去的，这样勾出一个短针，这里勾一个，这里勾一个，这里看一下陷进去的地方和陷进去的地方，然后
对应的钩短针。一直勾到了最后，看一下，我们在最后这是陷进去的地方，这是陷进去的地方，要勾出两个短针。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这个拐角处，拐角处呢，我们要勾出一个这样的棱角，直接勾出两针，一针，两针，好，这样，底部就直接一个小凸起一个小凸起的，我们就直接下面的勾短针，小凸起下面的这个空隙，这样对折之后勾短针就可以了。每一个小凸起下面的都有一个，看一下，这里下面有一个空隙，我们开始勾这个包盖的地方，这样主体呢就显得比较整洁一点。勾上一圈的短针，包盖是勾，就有倒钩短针，入针位置呢还是在凸起的地方勾一针，陷进去的地方也勾一针。看一下这根线是我们剪针的位置，陷进去的这里呢有一个洞，我们就从这里入针，这个线呢就是剪针的位置，我们从它的一侧啊，也是要勾出一针来。先勾一个辫子，这样倒着把线勾出来，直接拉出来就可以了，就像引拔针一样拉出来一个辫子，然后到这里把线拉出来，一辫子，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把这个包盖勾完。你们我加快一点，这个线的话就是看一下，这线的原因不太好看，这就是点针的位置一个横线。好，到了顶端，我们直接一个辫子在顶端找一个空隙穿进去，直接把线拉出来，勾到最后大家把这个线剪掉就可以了，然后把线头藏一下，如果有隐形暗扣的话可以钉在里面。今天视频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